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六場賽事三班千二米嘅短途賽，大熱門就三，臨尾起飛九啊，熱賽準備。好，你跳出嚟沙張幫啊，最快嘅安喜第二位，入邊鋪鋪往中間烽火勁區啦，大我當咗翡翠劇冤馬林，中間就撞元財啊，中檔仲有熱翠，最出藍衫就環保戰士啊，後檔小尾五係財神啊，咁啊再後啲嘅馬先見到咧有勝利導航啦、鑽石達人啦、中環武士啦，包咗落尾嘅馬咧不嬲放頭喎，人人有福嚟噶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，前面翡翠劇冤殺到埋嚟放環保戰士第二位，第三位烽火勁區內欄第四沙張幫啊，第五位咧咁紫色眼罩紅帽咧就安喜，咁啊再喺外邊三位噶啦，狀元財啦，最出滿堂紅啦，呢羣馬嘅馬林後邊啊，白衫白帽就熱翠，內欄橙衫仲有鋪鋪王，再後多少仲有財神啊，勝利導航嗰啲馬。好啦，咁啊入直路啦，烽火勁區咧，咁啊佔先咗少少啊，賣變位置就係呢只翡翠劇院啊，咁啊再見到入邊叫位上嚟咯，沙張幫中間熱翠追緊，咁啊再後邊嘅馬咧就狀元財，外邊追有勝利導航、財神同埋滿堂紅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沙張幫佔先，熱翠追緊佢，出邊勝利導航亦都上緊嚟，沙張幫壓住熱翠，外邊勝利導航，沙張幫贏啊！第二名勝利導航，第三名熱翠，咁啊收住個終點喎，就熱翠啊！第四名財神同埋中環武士近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只沙張幫今場賽事就現翻個真身啦，外邊殺上嚟勝利導航，沙張幫過終點之後，只馬可能有事啊！啊，嗰只熱翠啊！呢場兩隻熱門冇曬。跑曬啲邊線買入嚟，沙張幫轉抽翻個內檔，真係唔同啦。奇普敦夜馬勝利導航第二，熱翠第三，第四就係財神啦。哎呀，我哋走曬啲腳出嚟，咪撞元財啊！安喜兩隻熱門冇咗，係咯。安喜唔知做咩事，好早收停添啊！轉彎都已經劈柴咁打落去啦，要啊！跑曬幾隻邊線馬出嚟，就變咗啲賠率就較為好分啦嚇。組合平係三揀一，勝出最後咪 A 三嘅其他冷門派37.5啊。個鐘點之後都有啲意外啊！呢一場。係。奇寶敦又幫阿摩贏馬啦。跑完六場之後，跟住去到下半場啦，咁啊已經見到壓地機又開動啦，壓緊地噶啦嚇。輸咗一場，冇話好分好多啫。上次九啊零蚊，今次15倍。嗯。巡邏影片都去睇下嗰只狀元財啦，翻嚟都好厚嘅。早段係咪有啲意外？仲有另外一隻咧，嗰只安喜咧。四連埋1913啊，派2812蚊。扭歪曬。睇下。好。好啦，起步啦！最出邊嘅人人有福咧，就跳一跳啊，所以零射就比較慢啲。前邊啊幾隻馬搶啦，分別就係沙張幫出閘最快啦，守住個好位啦。喺佢右手邊就係安喜啦，最出邊就翡翠劇院藍眼罩啦。但我當環保戰士咁喺個第五位都係烽火勁區啦。落嚟位置鋪鋪王啦，出邊就撞到嗰只狀元財嘅。最出就滿堂紅啦，大約喺第八九位之間白衫咧就係熱翠。咁啊喺佢後邊就財神啦，一路數落去咧就勝利導航啦、鑽石達人啦、中環武士包尾人人有福。喂，嗰個位蔡明士有冇搞錯啊？咁打橫走出嚟，唔使睇出邊啲馬嘅咩？你要執行扎旗子時唔係咁嘅話，咁啊撞兩撞啊！見嗰兩隻熱門啊，已經走曬出去外碟咯嗱。嗱嗰只你見到啲動作都唔順嘅，安喜突然間咁換換腳咁，跟住之後都冇曬反應嘅啦。嗯，搞啦，係啦，都唔好夾硬嚟啦嗰度。沙張幫就食住內欄嘅優勢捐咗出嚟啦，熱翠鬥埋一齊嘅啦。熱翠諗住劏人㗎啦，又係個勝利導航亦都係。都係啊！你睇下拍普嗰啲動作，哇！哇！同阿國能嗰啲手，
林美三隻馬有少少逼劫，但係嗰只熱翠係冇受到影響，佢自己係即係有一步問題啊。分段24秒21、22秒53，每段22秒94，總時間1分9秒68，就慢於標準時間3:03。